有没有？手机是要选三个，一二三。那手机范围意思是说少一个范围给我吧，确定。所以它一个格子的，你就少三个范围给他，按确定，他会给你什么？哎，最后的结果，哎，这样好像会快一些些，有没有？好、哦，啊，怎么做的？其实答案哦都在云端上有。啊，我们等一下会按部就班的先教各位这个的做法，再教这个的做法。哦啊，这两个都是 VBA 的最基础，这个是叫程序，它的英文名称是叫做 sub 啦。好、哦、，sub 其实就是副，就是指就是副程式的意思啦。一般我们叫做程序，这个程序就是说，当你点击到它的时候，它就帮你去执行。那它基本上是线性的，就是跑完之后就结束了，就拜拜了。那这个不一样，这个叫 function， 好，英文名称用滑鼠写可能写了很久了 ，function 哈 ，F-U-N-C-T-I-O-N 嘛 ，function 哈。那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互动式的，它不是sub 是线性的，跑完就拜拜了，它是互动的。他会先跟你要东西，要完东西再帮你把结果丢到指定的位置，所以两者、哦、不太一样、哦、一个是单向的，一个是双向的、哦、OK， 那、啊、怎么做、哦、等一下我们来跟各位讲解。第一个就是说呢、哦、如果你要做出刚刚两种 VBA 的话，请记住哦，这个开发人员你们应该还没出现，因为你们现在、哦、一般人应该是不会把这个打开的，但是如果、哦、你要晋升成为开发人员的话，请你把它打开。所以等一下你打开之后、哦、你们就要感觉到你已经是开发人员了，不然的话不要把它打开、哦、打开的话你就是开发人员了。 OK、哦、就是一般人的 Excel 里面应该不会出现开发人员这四个字吧。哦、所以你要瞄一下同事有没有人把这打开，打开的话呢基本上他应该有学过 VBA， 不然他不会打开，对不对？因为我之前有问过其他同学，我说你为什么来上这个课，因为他说其他同事都已经有好多按钮我没有，他就觉得好像似乎应该要来上课了，对不对、哦、因为旁边的人每个都哇做好多按钮，按下去马上事情搞定了，因为他也觉得说对、哦、好像有点跟不上啊。因为说真的很多事情本来重复性太高的事情就不应该一直做一样的事情，应该要把它变成一个按钮，以后就变成一个自动化嘛、哦、那自动化程度当然因人而异啦。我讲过了，我们入门课是小范围一个工作表为主，那如果你要大范围、哦、甚至可以做到非常大的范围，从网络上捞资料再到放到工作表，一个工作表自动帮你存档换下一个档案再去捞，这些绝对都办得到。但是问题是那个一定要先从基础开始、哦、那我们先从基础开始，所以请各位把开发人员打开。那怎么打开哦？首先、哦、请各位注意一下上面有个小箭头，这个箭头、哦、点击下去之后找到那个其他命令、哦、其他命令展开之后的话呢，它的关键就是在制定这边制定功能区，上面叫功能区嘛、哦、这边就会出现有个开发人员预设是没有打勾的、哦、所以呢等一下你就把它打勾，然后按下确定，这个时候、哦、它就会出现有这个开发人员的这个页签出来了。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们就可以慢慢晋升到那个、哦、开发人员，或者开发人员、哦、那我跟各位讲一下、哦、其实 VBA 的优势就是说，以往、哦、要去开发一个程式啊，其实非常麻烦，要安装那个像什么 Visual Studio 啦，或者开发 Java 可能要安装 Eclipse 或者一大堆的工具，还要设定一大堆东西。但是在 VBA 好处是都不用设定，你只要懂得打勾，你就可以开始开发程式了。这真的所以以前、哦、我们要写程式的时候要把环境弄好可能要弄个半天，因为要光设定一大堆东西才能 work 啦、啊、有的时候它又更新又改版怎么样，那你要弄更久、哦啊、现在用 VBA 完全不需要、哦、第二个是说呢，它开发的方式呢其实也最后做出来结果其实跟大型开发公司